流珠来上菜。哎、欸，上太太，今天要做什么？今天要做那个西等。西等还有那个、啊、列招牌的五味酱。对，那你先介绍一下这个西等好吗？阿贝等阿贝拉吃哩。水洗洗的，里面都不用清，对不对？因为是西等，不是肠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哦，其实嘛，足俗的啦，这有熟悉的。你安尼一条多少？伊才加摕150块。哦，外口切出贵的吼。足贵的。这外口切到切一千块，哎，啊，水滚吼，放下去，哦。啊，即马等下火滚，再来开小火，火滚15分。即要啥时吼？啊，炒水，安尼好焖过即肠啊，就会使，吼。来滚啊！滚啊！转小火，再滚15分钟。小火焖15分钟，15分钟后呢？关掉，再焖20分，就可以拿起来泡冷水。上流猪生病了，烧香还是很卖力的，在为大家介绍。感恩上流猪哦，不好意思，声歹听。接下来上流猪要做什么？五味酱。好，五味酱就是像这样子，像这种五味酱。对。蒜苗。香菜。个青椒。啊，嫩姜。现在有啊，现在就是啊。接着要来调那个五味酱，这个是看多寡，这个开水，差不多2匙半，这个汤匙啊较小，较细。好。加酱油膏。好。现在大油锅都无一定下偌济，因为你滚水莫下伤济，就唔免做遐济钱。差不多有浓稠，袂使伤汤，伤汤你咧滚会变水。差不多，好，要有浓稠哈。这个不要太多，差不多一大汤匙安尼就好。一大匙。加香油，每次完可以放冰箱了，第二天你买来稳就好。较客稳。这里面是什么？蒜头、姜末。再来，蒜苗。盖起来，啊，20分钟好了，掀起来哈。放个水，通通弄掉。冰块，谢谢，对啊，你感觉在蒙冷的。哦，洗到变冷。用冰加个浸嘞，啊，冰咧冰箱冰啊凉，再来切。你啊，赶紧要食，伊嘛2-3点钟就会使切啦。啊，那无赶紧，甲放咧冰箱，明仔载再来切，安尼会使。我拢爱甲盖嘛巴咯，你啊直接放咧冰箱，会有冰箱的味。哦，好。那这样子可以放在冰箱多久？放咧2-3天也袂要紧。